疼不疼？抚仙城1855年，城主与德夫人喜结连理，城内普天同庆。城主诺德夫人白头偕老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自今以往，西婚、雌婚、碧玉之婚、红玉之婚、金婚，城主为德夫人亲至华府一间，亲赐宫殿一座，日月为鉴，抚仙人命为证。大人，咱们有救了。你想啊，只有真的很爱很爱一个人，才会愿意替对方一针一线、一笔一画做衣服的。德夫人穿上它，应该就像思念和牵挂都在身边吧。